还被换了，那大杯子干嘛？那咋都是 Q 了？线看不到，你还不走啊？装什么？但换你也不赚呀，兄弟。余震也没有很 low。交换一下教学，这么快？没抓你吗？没抓你。哎，我怎么没一刀？明天就在下吗？别看了，哥们儿，对线呀、啊！你看着你有什么用吗？反呢？我的妈了！嗯，哎，对，闹一下，我不会，我走。帮你老妈，直接 EQ 啊，哥！打屏障 ，A 屏障死了，帮你妈呢，福仔！帮你老妈！你 Q 你妈！锤石，人才！先上把机器人差不多吧。嘿嘿，受不了了，给灯给灯。这种给的你别走，还要么送他，要么有机会杀我们。还有，不是，你还要回头吗？你这不是给他送吗？我的哥们，你不假鞋你也不漏啊，我的哥。不要啊，想法很多，没必要有太多想法。还不到我们，小心天绝吧。别想当然直接上了，没千钧还没出来，谢谢老板。我们越了，整个大招的来，这是 CD 啊。换一个，还没大没闪没屏障呢。
还被换了，妈，大杯在干嘛？好像要到了，你走就好，拜拜。为什么弯？可能有大的。这次大步吃，光你老，你他妈嘲讽我 A 不了你是吧？荒野卷除了有那个攻速，感觉一无是处啊！说真的。平均小肥，公路塔没了呀，队友呢？瑞文又怎么在那边？肯定要 Q 我的。啊，他多少攻击距离啊？太大吗？还追呢，哥们。动手动手，天爵没大的，追一下，还有 TP。有 T 吗？没 T 啊，带了吗？还有 TP， 后来我们不一定顶得住啊。不过有信任，没带我，他没 T 吗？动手动手，我要大，帮你老吧。那种背死你了，真的没看到。看不懂啊。拿大龙不知道干嘛吗？手太短，还没起跑。看到吗？小龙可以给他别死就行，你们可以机会的。
陪澡怎么打架？滴滴滴滴。别死啊！回一个吧，但我要回血。他们有两个，有踢吗？有踢，有机会，有点血了。给我回血，给我回血，别了。OK， 他起了。一波了，把前排的速度还是可以，但是不能被对面拉扯，手太短了，不像以前嘛，有疾跑有致命节奏，但现在没有。